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需要，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已于去年全面启动，按照初选、复选、定选三个阶段组织实施，计划选拔12到14名预备航天员，包括航天驾驶员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类，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。截至2023年3月，已完成初选选拔工作，共有100多名候选对象进入复选阶段。航天驾驶员来自陆、海、空三军现役飞行员，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，特别是有10余名来自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候选对象进入了复选。